来，欢迎大家收听神农补给站。大家好，我是粉丝团小编，欢迎所有空中的好朋友，由粉丝团小编和阿宝老师为你服务，以及主持的神农补给站。阿宝老师好，各位，有听众朋友，大家好，好 ，OK， 可以吗？可以了，可以了 ，OK。那我继续讲一下好了。那不好意思，现在刚刚第一个小时让大家等那么久，我们终于跟阿宝老师连上线了，请那个大家要赶快回来收听啊。来，那阿宝老师，你有什么有开场要讲的吗？对，这几天哈，可能这个线路上哈，好像一直无法度给聊好势哈，这咱想办法再解决哈。反正呢，这个总是先给想办法啦哈。那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只有靠这种的这个方式哈。目前可能是第。这个连线，这个方面啦，目前可能咱好朋友呢，会较明显去感受到吼，这个效果那种较无同遐尼好吼，唔知咱种朋友即马听到的这个声是安怎吼？这个、目前呢，不过这边呢是效果非常的不好啊，你看我听到的这个有咧断断续续啊，唔知咱听众朋友听到这个经营是安怎吼？反正这个可能得爱。一步一步来啦齁，反正问题总是要去解决。最近可能在这必须要跟咱听众朋友做一下这个提醒齁。尤其在天气的一个这个变化，这两天呢，尤其因为天气暗，落暗过头来呢，可能几天齁，过头了，可能会真明显有一个感受齁，这个温度会略较低一丝丝啦齁，所以呢，为拜五齁，明仔一天齁，这个乌阴，然后呢，这个会去真明显齁，温度会略较低，礼拜六、礼拜天齁，这天气呢就会好很多，尤其咱南部吼，嘉义啦，吼，还是讲台南，吼，这大概这个温度呢，拢慢慢的这个回升，吼，这对咱来讲，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呢，在这个北部这些加中北部呢，可能乌阴，吼，如北部天气的如无稳定，吼，所以这大概是这款的这个情形，吼，所以在这种天气特别爱甲听众朋友提醒的，就是讲在这两天啊，咱一直咧讲的这个流入病这个问题，吼。这对水稻来讲呢，相当的一个要紧啦吼，就是，因为你若无去甲伊做这个工课吼，这首先无去做一个预防来讲，后边呢拄到这个问题就会更多哈，这真侪拢讲啊，这稻子病这药啊全未好势吼，其实有当时啊是咱家控制掉嘞，但是呢，因为稻病了吼，你若是虽然有控制掉嘞，但是呢，伊的一个长吼。本身就会有可能安尼臭打臭打吼，会发生这款的这个情形伫咧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爱大家爱小知影的吼，就讲确实每一届吼，每一届呢咱拄到这个问题吼，都会去看到这个情形吼，所以这伫遮吼好朋友吼，小做一个了解吼，这大致上应该是有这款的这个问题吼。另外一个就是讲这个稻热吼，这有当时伫咱。炸弹可能会较明显吼，但是唔是讲完全伫炸弹啦，有当时啊就是讲，伫这个慢冬，你若补较慢小块吼，迄阵天气那是无讲真稳定，有一点啊，比如讲较早落冷，还是讲这个。落水较重吼，等等咧吼，这温度咧啊，跳悬跳低吼，这对于这个水稻来讲吼，跳悬跳低是一个稻热病发生上介重要的一个这个原因啦吼。所以一般就是讲，伫咱这个病害吼，同全世界吼，这去做这个稻热的这个研究呢。
您去改这个分析哈啊，并讲伊什么温度是上容易产生这个菌丝，什么上温度会产生这个孢子会去传染啊。全世界各地这这个研究的这个报告，其实拢有一寡这个差别啦哈啊。除了讲有一个这个所在哈，并讲日本的研究啊，咱台湾的研究，这嘛是有这个差别哈啊。台湾的研究啊，这个泰国的这个研究啊，这嘛有一寡这个差别哈啊。所以除了这个。所在解这差别以外呢，佫解真重要，就是讲以这个菌吼，菌的菌甲菌中间吼，即着病这个这个、菌株啦吼，来讲伊个菌甲菌的解这中间又无同款。温度吼，为八度到三十七度的解这范围内底呢，着病这个病菌呢，菌丝拢有法度来解这个生长。不过呢，即上适合这个着病菌丝生长呢，大概伫这二十八度吼，即大概普遍拢去解这运动。啊，不过呢，有诶这个。困境咧，伫台湾吼，咱所做出来大概都是伫即个十五度哦，十五度到三十五度这个中间。啊，但是咧啊，伊上适合嘛是拢是一个二十八度的一个即个温度是上适合的一个即个去产生即个孢子。所以这无同款的这个困境内底呢相对吼可能都拢有一个即个无同款的一个即个差别啦吼。所以呢有当时啊，就是讲一年一年吼，即个着了病一个即个发生的一个即。种形态吼，即有一点啊，即个即无啥共款吼。因为伫无共款时间所种的即水滴，有当时啊，会因为咱的一个生长期间天气吼，即个较无共款，所以呢，稻虫对着稻着病，即抵抗力呢，就会有较无共的即反应。一般就是讲几个即重点吼，比如讲低温啊吼，即个日照不足吼，还是讲即个温度跳悬跳低吼，即个关节不稳定啊，即种呢，拢会去。降低水流对着这个病，这个抗病性吼啊，并讲有诶，伫这个水流吼，可能是较耐寒吼，较适合吼，并讲较北方诶这个品种吼，可能二十度诶这个水流，伊那是生长诶时阵。成长在二十度的这个水流，伊那是跳起来伫这二十四度、三十度，伊冇可能会去感染到这个病害吼为什么伊唔是讲爱跳悬跳低？但是呢因为对于这个得了病来讲吼，对这得了来讲呢，水流本身的这个抗性是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原因吼。所以有当时咱那是讲伫这个脏吼，脏那是当呢，可以较健康淡薄啊吼。这通常对于这个病害这个抗性都会留啊较这个。较无容易吼，较无容易去感染到这个病害的嘞吼，所以这点呢，这是相当的一个要紧吼。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讲咱伫台湾吼，该整个的这个研究安尼起来吼，就是并讲像培训吼，在微管理吼，这那是。蛋白蛋白较侪时阵，咱的切啊吼，切啊本身就较容易来感染到这个病害吼，还是讲你种一季的这个许呢是菜区吼，你是种这个各类菜吼种一寡即个斩头菜等等吼因为土下底这个肥比较残留的这肥分较侪，所以水稻就较容易去感染到这个病害吼那是钾肥较侪，伊就较容易产生到这个抗病性吼，所以这是一个咱伫培训内底当真清楚吼，去了解到。另外，即就是讲，那是伫较客观吼，即较早吼有这种情形，即马较少吼，因为即马咱有这个莫打有这个地下水吼，真普遍，那是讲这个部分所在那是有这个准水吼，有可能那是较客观以后呢，那去拄到这个落雨吼，比如讲你家伊客真大，这个迄阵较早无水吧吼，即无法度，当时啊半看天诶，伊那是客观真久，像讲拄到落雨，稻虫会大量去吸收这个淡素肥吼，所以稻啊。一个中间吼，就真容易呢真湿哦，且对稻叶嘛，就容易来个伊即个感染到即个病害。个即个是咱咧种的时阵吼，咱播田播了较密，即稻虫甲稻虫的即中间吼。可能这个温度较悬吼，即有可能呢，是讲这个露水吼，即过湿吼，还是伤过好密吼，即等等呢，即拢有可能会去发生着相关的这个问题伫咧吼，所以即伫遮吼，好朋友呢，小做者即个了解吼，即基本上是即款的这个情形伫遮，所以呢，即大概咱会去拄着一个即种稻虫的一个抗病性吼，即一定爱小知影着要安怎去提升着。
啊，这个体外解这抗病性吼，这点呢相当的这个要紧吼，相当的这要紧。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在咱做物吼咧防治的时阵呢。一般啦吼，就是讲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爱预防吼。你首先啊，一定爱先去预防，这可能是一个真重要的这个重点吼。无论你做什么款，这工作这一定是先预防啊。过来就是讲，你也当去选一挂较抗病一个这个品种吼。所以咱伫台湾咧种一挂这奇怪怪这个品种吼，那是无经过政府的这个检测吼，这进前有一个有一阵啊去流行吼，某一个这个品种吼，结果迄个品种呢，这个种起来了呢，这对有当时啊的影响的相当的大吼，所以呢，这个抗病性的一个检测吼，以后一个基本的这个抗病性吼。个另外一个是讲，伫咱山区这边这只只吼，对啊，那是较挖山区吼，比如讲像日头迄时，最主要是伊日头照较袂到吼，所以呢，通常伊就较无法度来甲伊这个产生，所以较无法度产生这个。抗病性吼，就讲伊那是较，比如讲像伫台湾吼，台湾咧检测这个流入病这个所在呢，万源吼，万这边呢，这都是一个真重要，这个区域吼，因为伊迄伫屏东吼，温度关系，迄时阵只水分个拢有够，这大部山冻掉咧吼。所以伊只遐真容易出现的这個问题，就是讲人拢已经照到日头啊，伊就即个露水较袂开吼，较无照到日啊，所以从这种山区的即拢爱防治，拢爱比别人搁较早吼。比如讲，咱咧讲即清明前十天吼，即个十天吼，就爱开始做即调节的即防治。但是你伫即区域内底有可能你都爱搁较提早所以包括呢，有当时啊伫预防性，咱咧用一寡即粒剂吼，即常常不啊。弄个甲好朋友讲到，就是讲，因为我较习惯用这种的一个管理的这模式，就是讲，还未钓到进前，我就先用一挂这粒剂。但是真正好朋友讲，我若小花钓到，伫迄个期间，吼，该去转药啊，就转药啊。伊也感觉讲安尼那从是加较省吼。当然这是每一个人是无同款的这看法啦，吼，这也无是啥物是钓，啥物是唔钓安尼吼。反正就是讲，要效果要好，一定就是爱这个。提早，提早来这预防哈。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讲，咱用药啊咧防治的时阵，一定爱注意伊的一个病情的这发展哦。比如讲你起来吼，大概拢是一种这个那看到吼，比如我这药啊都抓过吼，抓过了呢，咱爱去甲看，看讲一般拢是会爱。固定一个所在吼，就讲你是不是有去改控制掉咧，还是讲转过了爱去看，看讲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新的这个病斑出来吼？如果那是够一个新的这个病斑呢这个黄病变讲，伊可能是较有一点啊，这个绿豆色这种，这是新感染的这个病斑，这得爱防治吼。相对那是讲咱这个新的病斑发生真少吼，还是讲那有啊，拢已经了啊，臭的当安尼臭大吼天。气嘛，较转较打湿，那是伫这种情形之下，就代表讲差不多唔免去做防治啊，因为迄就是互咱控制掉咧吼。所以真侪即个好朋友讲我这调整吼，这无本来无啊，这规区吼好啊，转药啊类吼，转规个拢臭打啊，是唔是即、這个？你问讲这是不是这个药伤？其实有时啊，拢不是药伤吼，拢是因为这丢着病已经丢着丢啊，介严重吼因为可能有当时啊，那是天气的条件适当过来，就是讲咱的脏啊是真旱脏来讲吼，即有当时啊丢这个发生的时阵呢迄、那个时间真短吼所以呢伫真短的时间内底，伊就真严重。但是咱去甲看吼，嘛是规区要搁清一清。无到迄个发病一个即个末期，到头前只只只，其实伊嘛是个青喷喷吼，看起来个真水但是看大家咧转药啊，你也对转药啊转落呢，迄个病斑拢臭大起时阵，你也感觉讲，哇，那药啊转落两工三工，伊就臭会大为什么臭会大？因为迄、那个病斑互人控制掉咧，所以迄个所在呢已经拢受伤啊，所以就臭会大。所以迄是因为
得病给咱转药啊，给控制掉嘞，所以也超大超大，唔是讲药啊转来转，当然是药啊转来超大。你无转药啊吼，药啊那也超大，但是迄规章你得系列的吼，所以啊，就当时啊是咱恰恰伫真济人吼啊，你讲你回未煞这所在，讲我叫你来转药的时阵是青啊，即马转来了两工三工了，规个规窟窿超大去，啊，实际上迄种超大是因为啊病房控制掉嘞有一点啊大大这种的这问题吼，所以啊这里。好朋友，吼，小做者即个参考。另外一个就是讲，伫即个栽培上，吼，栽培上，咱有当时啊，就是讲，有几个爱去注意的一个，即个所在啦，吼，比如讲像即个种地，吼，对，咱除了讲地去甲整理过，有当时啊，即个尤其像早冬较容易发生这种掉热，吼，咱伫即个种地时阵，是毋是即个作物，吼，就讲。尽量即个从稻草啦，还是虾米款吼，即个物件呢，啊，拢爱可以伫即个土壤内底吼，尽量会当可以去发芽。伊发芽即个过程会减轻着即种啊，即个土壤内底即个氧气吼，即有当时啊，即个微生物咱通常即种腐生性的细菌拢是较耗氧吼，啊，所以伊会去甲即个分解即个过程内底，伊甲土壤即个空气甲用掉，也产生一寡对啊，即个药吼来讲就是讲去抑制着。即、这个咱一寡病害吼，即种的一个即个会当去改产生一寡类似抗生素即个物件，所以即个假生成的，就是讲像得着病，即个病菌啦、啊，还是讲蚊菇即个病菌啦、啊、吼即个物件拢有伫即个内底呢，啊，即通常伊效果对比较较好吼、啊，所以即个中间因为咧发芽也要一点啊时间吼所以咱也是讲会当改即个相对伊咧。你若是讲伊阿未发甲真好势，啊，你着搁甲伊补即个新的落去，啊，迄阵咧对稻长嘛无讲介好，本来是好诶，但是呢，啊，这无介好吼，所以咱同学是会当讲啊，用即个两阶段整地法吼，啥物叫做两阶段整地法？就是讲，分两遍胖，简单讲就是安尼哈，我先粗胖一遍吼，会当去甲垒起来吼，啊，这是第一遍吼，第一遍，啊，这甲即个物件胖胖落田底，啊，互伊去去发芽，啊，第二。便能来吼，对当个胖一届吼，啊，甲种瓜种平只得做伙做，啊，这这种一般来讲呢，就咱咧做诶，即个两阶段诶，即种整理诶，即个方式呢，啊，其实这是对着咱水稻诶，即个栽培吼，尤其像一寡即个病害诶，即个防治啊，拢是一个较好诶，一种即个做法吼。啊，个另外一个是讲伫即个饮水吼，那毋是讲盖寒啦吼，比如讲即个地位真寒，寒咱可能来。当关水吼，关好了较浅小块，即水稻尤其黄啊的时阵吼，即真幼长的时阵啊，较袂去受到即伤害。但是呢，那是讲会当去改即个水吼，算了改做一个较好势吼，算会当好有一个即个蒸熬吼，即水分的即控制啊，这点呢即真重要吼。啊，即个有关伫即水的即部分，比如讲像咱伫即个种地时阵吼，咱会当种病迄阵，当然挂病。咱即马台湾差不多拢用浅水种地即个方式吼。你小家己做一个即个许呢，算好伊即个物件吼，伫即个。田地吼会当小改凹过吼，即会当去减轻着伊个即密度。啊，即卖呢，咱真济吼，就是讲，那是伫即个黄啊布料吼，比如讲是伫即个一基座吼，那是差不多25天、30天吼，二期可能15天吼，咱开始呢。就是即个水稻吼，伊开始咧吐液吼，已经开始有大量咧吐液。这段中间呢，咱会当小花互伊做一个水分的一个即个算讲卖一滴甲堵掉咧吼，会当互伊有打有淡这种的即个管理吼。啊，这种有打有淡的时阵呢，咱咧讲的讲叫做间歇性灌水，等于讲水先甲补甜，啊，即马放我打吼，啊，伫个打甲小花了啊，了啊，逼逼吼，啊，即马来呢，较过来改即个饮水吼。啊，这种吼通常对着水稻的一个根部的一个健康吼，这绝对是有足正面的即个帮助。虽然水稻吼，但是你不时甲浸伫即个水底吼，是无一定。有好处，但是呢，伊唯一的好处就是讲草继续好管理的吼，咱那是该水堵掉嘞。
通常草是加真好管理啊，但是咱正常咧叫时阵就是讲，会当吼有一点啊打淡，有一点啊即个变化，伫会当的即个范围吼，有时啊是无啊多吼，变讲伤冷，你无是迄个水无流啊灌较灌的吼，伊心脉即个所在有时啊拢会流啊去灌掉吼，啊灌掉伊可能得啊较慢个恢复等来吼，所以即个部分来讲，咱可能就是伫。即、这个一开始那是吐筋吼，开药会当消化消化即个痰吼，消化呢你要打伤血管吼，哎，当你要它打伤血管，伊就当去增加咱啊，即个肠脏对着即个病害即个抗性吼，啊是讲伫即个许呢。并讲呐，横林已经有小可着着，即个着着病的时阵吼，啊，迄阵袂使伤大吼。虽然讲是湿度高吼，是造成着热的一个足重要即个原因，但是对啊水流来讲吼，伊要抵抗即个病害，爱有水分吼，所以你爱保持适当的即个水分吼，袂使甲靠甲真大吼。尤其咱呐是已经啊有着着病发生的时阵，你一定爱有水分予伊吼。当然就是会打会淡安尼，啊，莫甲靠甲真大，因为你若甲靠伤大啊，有当。是啊，伊个一个又会冻袂掉吼，迄脏呢啊，因为水流毕竟也是爱需要有一个即水吼，所以你若是伤过头打去呢啊，伊流脏伊就会产生一个对水分的一种即个压力就会产生，伊可能对病害抗性颠倒会降低吼，所以这点呢是爱需要注意到的一个即个所在。另外，即个是讲咱咧补吼，补产的时阵。那补较快嘞吼，啊，比如讲这个解补较冷嘞吼，同啊伊啊较抗病吼，就是讲诶较未得病，就是有得病嘛，较未遐严重，但是有时啊补伤冷吼，这个挂较无食吼，所以呢到底是安怎来就是较拄好吼。即卖目前来讲，咱咧补这个方式吼，就是讲迄个无头吼，啊，唔免伤过头大补吼，这大概是咱会当去做的这个所在吼。比如讲像咱啊咧补产是安怎？咱拢做即个南北边的吼，因为即个北方吼，也是讲有咱即个方向较少东西向东西方吼，所以啊，即个通风就会比较较好。当然，有海口的所在，可能啊会当有即个东西方，但是啊，咱也是讲会当固定的一个即个许吼。距离甲了好势吼，即一般来讲呢，通风也好啊，就着病发生就较袂遐严重吼。啊，即马即拢是固定啊吼，因为像真济布产，咱大家除非你迄个所在较奇怪吼，啊那无呢啊，一般来讲，咱即马即个所使用的一个即个方式吼啊，布产呢一个即个跨度也好啦，各方面即拢应该是相当的一个即个固定吼。个一个就是即落肥啦吼，即肥是含咱一再咧提醒，就是讲肥分含就着病发生的即机会。有足大一个，这个关系尤其是淡素肥哈，淡素肥那济哦，这淡肥那管，这调节就较容易来改，这换的三鲜啊，淡肥济时阵吼，恁有当时啊吼，这个你也是淡肥济啊，恁肥个有够济吼，这个时阵啊，这调啊吼足够大吼，迄大个公公大吼。啊，但是问题来啊，吼，遐大头上面好拢翘啊，吼，这啊真能死，还有可能对较容易产生这个病害，吼。这上早吼，上早咱咧做这个龙鳞菌的这试验的时阵呢，啊，因为拢伫这个培训拢无染吼，就是讲照咱原底一个这个培的这个使用啊，结果呢，大概吼那是无用龙鳞菌的吼，拢要个普通有用龙鳞菌的吼，啊，都开始拢作水的吼，就是讲诶，开始咧用因拢讲未歹安尼吼，诶未歹哦吼，啊，大家那过拢讲诶，这口切啊，这个色水真水哦。啊，但是呢，肥一直甲落来吼，啊，到这个然后到目睭子啊，只掉只都夹起来，吼，啊，掉只夹起来，都拢夹比别人较严重，伊伤过头水。啊，即马咱知影讲适当的，你用龙鳞菌料，你一定爱适当的去减这个肥料，吼，因为原底你那是落。啊，落五包吼，伊可能呢啊，食一包、食两包，剩咧三包是啊是漏掉去的吼，即无食到。即马落五包啊，可能是食四包、食三包漏掉去，可能干那一分尔。所以平平你落遐量，实际上伊有食到，即量是原底两倍吼，是一倍半到两倍吼。所以呢，即个肥你定爱适当的一个去控制，尤其咱若用溶磷菌吼，因为咧肥分的效果，伊筋较勇，伊肥较好食吼。等于讲咱无落较济，但是因为筋较勇，咱较好。
老食肥，结果就去造成啊，颠倒这调节咧较容易来改这发生吼、哦。这点咱好朋友呢啊，会当稍来改这个注意着吼、哦。啊，另外一个就是讲这个加肥加力吼，那、哦、是正经啊，这个长啊，上过头行吼、哦，这个、加力吼、哦，这咱咧啊，有当时啊，转药啊，咱就较早无啦吼，即马有吼，即马。即马咱用的即个三赛制即种呢，即个上过老行长啊，你着转落去给即个退车啊，即、这个着较袂讲控制较会调吼、哦，所以即有些是药啊，即即个选择就是讲转一寡即个抑制生长的即个药啊，所以只要那是讲即个氮肥甲钾肥的即个量，咱甲控制好势，就讲氮素卖上过透济啊，适当给一寡即个加力吼、哦、加力剂啊，即种会当去增加着调。即、这个调长对着即个病，调着病者即个抗性吼。啊，那氮素伤过头侪，你讲加力要予伊即个抗病，即个效果嘛变了较无通遐尼好吼。即真侪啊，拢有即款诶，即个效果伫咧吼。所以即点咱好朋友一定爱真注意着吼。啊，甲即个工课该做好势，培训培训吼。啊，啊是讲咱有一个。诶，比如讲你进前那是有种这个绿肥吼，野川车也好啦，太阳麻啦吼，啊，甚至这个油菜这种呢，拢同款啊。即做绿肥的时阵，一定爱这个烹两遍吼。即初烹一遍的时阵呢，啊，咱予伊这绿肥也当料啊较容易呢，啊，来解这个分解吼，啊，然后呢。啊、伫即个你也当用一束啦，即种堆肥菌吼，啊即啊即个肥较容易分解，分解了即肥分伊共款会去形成吼，啊所以即可能安尼伊效果呢啊，因为分解了较好势吼，啊伊的即效果呢，即效果呢啊对当加真好，但是因为用过了肥吼，通常啊咱即、這个。伫培训吼，人工个咧落培的时阵呢，啊，一定爱控制好势吼，就较无容易来解这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伫人工的一个即个卫生吼，比如讲横林吼，调节病最主要是即、這个啊，伊调啊调病了呢，比如讲像啊，有当时啊，即调整吼，调整嘛足重要。比如讲啊，咱呢一个即个许呢，那是有。一定爱去做过这个消毒哦，而且起码黄啊定大概这个部分吼啊，因拢会做设计的，因为呢啊，这黄啊吼，当时啊那是会掉吼，一直黄啊迄阵就掉掉吼，因为水掉的一个任何的这生长的期间，拢会去掉掉，这掉掉病，所以黄啊定一般拢是会是做这处理吼啊，所以这要注意吼，这选择一个较有信用可靠的这个啊，这个黄啊定吼，这嘛是真重要这所在，搁一个就是。讲这稻草吼，稻草呢，那是有稻病吼，稻病时阵，咱就是讲，予伊会当熬落这田地一个时间，予伊去小发一下吼，啊，这点真重要。啊，比如这稻草会当伫园地呢发了较好势，上该要紧呢，就是讲啊，增加一寡这个啊土壤的这微生物啦吼，比如讲啊，这个堆肥菌吼，这种呢啊来应用啊，这对着咱的这个处理吼，这通常嘛给啊真好势安尼吼，所以这伫遮吼。好朋友啊，小知影就是讲有关啊，咱伫这方面咧用的一个之类，那这真啊，其实是足重要吼，这一定是相当的这个要紧哈。啊，目前哈、啊，目前就是讲对这个调料病这个啊，所使用的是这真侪好朋友讲啊，到底是啊，什么药啊较好用，还是安怎吼？这目前咱所知影的哈啊，因为调料病伫这个一级族吼，通常是较容易发生，那是较我山区的所在吼啊，是差不多达当啦吼，反正这种固定的吼，咱真就是好朋友伫大里大拿这家家吼，因为较我山区一点点啊，但是呢啊，人伊嘛拢过了真好势，讲啊，迄个固定的班。哦，就是袂使伤行哦，就是啊，因为你那是当去甲控制好势，实际上也无遐尼啊，这个恐怖哦。啊，一般就是讲，伫咱较偏远的这个所在呢。啊，调节伊当时啊发生吼，通常是较无遐严重，也是讲甚至有时啊嘛无虾米通去发生啦吼。啊，但是呢，那是温度每一年吼，那是拄到迄个温度跳悬跳低吼，啊，露水较袂开，啊，即种就变作一个流行吼，即、這个速度会相当的一个即、這个紧。啊，一般就是即个黄啊布咧，35天到50天，差不多伫早冬拄啊好要目交即个时阵吼，早布的呢差不多要目交那晚布的呢差不多差一丝啦吼，差几十天啊，所以。
以这个时间啊，那、是伫婚礼之家家，大概就是清明前的这正十天啊，之家家十天至十五天这所在啊，这个、中间是一个丢尿病，尤其是夜道热病吼，上介容易发生的一个这个时间啊。通常咱伫这个时阵吼，介用电话号啦，是讲包括像咱电台吼啊，差不多拢咧讲见面就拢讲丢咧，见面就拢讲丢咧，因为这个时阵啊，这个相当的这个要紧吼。一般来讲就是讲伫这个横面吼。咱那是有看到这个黄点啊吼，顶管那是有啊有产生伫这个掉热的迄种现象，咱小看一个倒色的倒色，迄、那个长那无啥共款的，大概七天至十天以后，咱横林就会掉吼，所以阵咱可能就会当来给补一遍的这个油啊呢吼啊，所以呢，通常然后就是讲咱。一般就是讲，那无法度特工去巡吼，还是讲啊，这个有呢，可能你就是尽量会当配合吼，就是啊，用这个蜡剂，蜡剂以较预防的这效果吼，所以这多数是有这款啊，这经营的啊。目前咱伫市面上咱看到这药啊吼，这经过伫这个筛选吼啊，蜡剂来讲吼，大概是有几种吼，比如讲啊，这个白丹蜡啊吼，这个啊，这是。白丹和菩萨肉吼，这两种去染做伙，叫做菩萨皮丹吼，这一分地三公斤吼，菩萨肉一种，这是单独干啦，这个菩萨肉，啊，佮有一种是这个菩萨肉去染这个雅士普吼，这嘛是蜡剂吼，这啊有这无同款的一种药吼，啊，这个菩萨肉蜡剂嘛有6%，嘛有4%吼，啊，这个可能你也当去选择吼，那是无介严重，今年这天气。啊，比如讲拄到一冬较无遐严重，你用4%啊6%啊，有诶当时啊吼，即介奇怪6%吼来拼介绍吼，啊伊也无比4%较贵吼，所以你也知影讲即种物件吼，啊即、這个蚵仔蛮吼，有时啊蛮知影，但是真侪人较无爱用蜡剂，即原因就是讲因为蜡剂吼，啊伊也是钓钓你较来用吼，实际上效果都无通讲介好吼，即点咱好朋友会当小知影者吼，即大概是咱会当去。用的一个所在吼，啊，另外一个就是讲，伫用药的这部分啦吼，就是讲啊，有真济吼，这个有登记的这用药啊呢，这实际上是还蛮多的吼，啊，所以你也当照这个根据这种药啊来用呢，啊，其实也效果上吼，效果上应该拢会当啊，达到就是一定的这个效果，总共基本上你那是当配合安尼来用吼。啊，应该是无啥物款的这问题啦吼，但是就是讲，伫这个药啊，那是头一边用，啊后一边呢小甲轮者，比如讲你即马目膏，啊拄目膏吼，啊感觉肿较红吼，惊这个要已经脱产啊，要退车，啊可能你都爱染三晒做吼，足侪人是安尼这做法，你也是讲，迄肿的已经无介赤吼，你个。已经就含别人比起来，就已经袂讲真乌啊！吼，比如讲像阿宝阿咧顾，我就足少转这三赛车。有个人讲你无转，迄无效吼。啊，大概呢，咱嘛拢有效。啊，为什么？因为呢，咱无遐尼啊死哦，吼。所以这点是足重要吼。啊，唔通讲，就听人讲一定爱转三赛车较好，唔是这个意思，就是讲你也是想向长，你转这三赛四吼。咱讲咱真侪拢讲三赛车吼。啊，这种物件你若咧用的时阵呢，啊，确实也效果袂歹吼，因为伊会当抑制生长吼。所以啊，简单来讲就是讲，转落退车，伊就较容易呢。啊，这个伫这方面甲看起来，伊就较容易啊，伫这个抽水之下，真袂伤过头。啊，袂伤过头乌去啊，呢吼，因为伤过头乌去吼，啊，伊通常的这个做面吼，的较无通遐尼好势吼，这通常是有这款的这情形伫咧吼。啊，当然啦，你那是够有兴趣吼，比如讲你做大事咧吼，啊，你那是有兴趣呢，你可能得爱去计算这个使用的这成本吼，因为呢，有当时啊，咱咧做事吼，尤其做大事，跨做总是会收啊。你也是做大事的时阵呢，啊，你会当。去来改用这款的这个啊，最主要就是讲咱转油啊吼，转油啊时阵呢啊，你也当去算这个油。当然，即马吼，你也是无人转，你唔是家己转，啊，你唔是请人转一趟偌济啊。咱在用的时阵吼，通常都有一个啊算。
那怎算烫的吼？那一烫偌济钱？即马拢是一分地偌济钱吼？真少算即、這个啊，一烫偌济钱？你若是讲家己咧怎算烫的吼？啊，即种咧通常是当去配合，就是讲啊，伫吼，咱、哦、咧做一个叫做减量吼，即、哦這个水量的一个即、這个减少吼。有真济即种又会当去做调整吼、哦，所以啊，基本上的水量就会当个做一个无同款的一个即、這个啊，伫油啊即部分咧，你就。当个有一个啊比较但是即马较少人安尼去做因为咱多数呢啊，即个许拢掌握袂好势，大概即个油啊，即部分较无真大即个问题伫咧吼。好，这是伫今日呢，想一直想要含好朋友吼啊，小做一个即个讨论吼。为什么讲要含大家做一个即个讨论呢？吼啊，最主要就是讲甲大家做一个提示吼，因为今年呢，即个讲到吼啊，讲到即个调热的即个所在呢啊，真济啦吼，即啊大家。弄这种的这压力吼，这个压力也蛮大的吼，所以我相信那是讲会使吼，你也当对有一个这了解，为什么来讲吼？因为这上重要，这所在啦吼，就是讲丢了病吼，是每一年拢有可能会去丢掉的一个这病害，因为天气吼，还是讲许的严重不严重安尼尔吼，拢真有可能会去丢掉，所以因为。啊，这种情形尤其是早冬吼，所以咱啊，变落来当真啊详细吼，真要去改控制又好吼，会当改做一个较好的一个这个防堤吼，就是讲首先你会当先做一个预防，那这种预防呢就最重要吼，啊，对咱伫成本的这个减少呢，啊，这是有真正面的这个帮助，就是讲啊，你会当先首先先用吼，就比如讲像一寡这叶剂吼，啊，这个观念当然就真。好比讲，迄粒剂无效，你啊丢掉咧用咧，效果实际上是对用怎啊对袂到，所以啊，之前捌一位听众朋友吼，即带哩大笔啊，听不啊咧一直讲粒剂即代志，伊讲我嘛甲用啊，但是阮庄恁塔足少人咧用吼，较少人咧用啊，即原因是安怎？伊讲算算也无较省吼啊，即、這个当然省是省怎药啊，迄个工钱吼，啊无迄药啊咧够较省唔正咪，但是呢啊，因为咱会当。这个首先的这些预防哈，啊，这种对着咱的这个管理上哈，会当减轻哈，等于讲你后一遍要搁装，还是讲你有可能的啊，在这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减掉一遍油啊，哈。啊，为什么会当去减掉这边的这个药啊？这真重要，这个所在就是因为呢，咱有事先做预防，啊，预防伊就较袂掉吼。这简单来讲就是安尼，就是然后掉掉吼，就是讲咱有预防吼，较袂掉，这是第一个。总共那是有掉掉吼，总共那是有掉掉呢。嘛是一个这个吼，来看起来吼，所以这可能是安尼吼，这当我咱和平呢。啊，稍来改做解这了解哈，这基本上是这样的意思哈。好，我和朋友稍怎样解哈？这大致上是这块呢，这情形对的。好，来63386061，63386061，这是我们现场的 call in 专线，请我们的乡亲要多加利用。资材使用上的问题，作物方面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63386061，63386061，现在是现场节目，不是重播哦。如果有问题的听众朋友们，请赶快call in进来，63386061，63386061。好，那，等一下，好，接起来。喂，你好。喂，你好。你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吗？我是新手啦。是。啊，种的西瓜，啊，有甲恁的西的迄个阿华买玉米树，该种啊做，龙眼菌。我今天有传那个图片过去，不知道有没有收到。请问你在我们的官方账号是什么名称吗？我不知道，我只有加 LINE。LINE 的话，这样我们这边没办法看到，可能这方面你就是只能询问阿华老师了。因为我种的料
用迄啥，敢那像叶啊，敢那像鸡鸟形、鸡鸟形啊。嗯。啊，即马第八天啊，有咧行，但是迄叶啊拢鸡鸟形、鸡鸟形，迄毋知是安怎。嗯，那请问你的作物是？西瓜。西瓜。阿虎。哎，小玉西瓜那种。啊？应该是阿虎，是不是？对。哦，有，快一点，快，来。好，那你要在我们收听收音机回答你。他、啊、有冠军的普巴克吧？哎、欸，喂。别紧哈，来，这是咱这位听众朋友哈，伊迄种类滴下卡叶哈，真个部分呢。啊，拢有即种许子叶吼，子叶拢安尼定点定点吼，啊，而且伊会揪起来吼，即个无讲真正常，因为叶啊拢安尼翘翘吼，所以即个爱小注意着，是毋是？因为你即用的药啊吼，一定爱细字吼，即细长你是毋是有灌过啊？因为你讲用那是用龙鳞菌来讲吼，加即个玉米素吼。啊，这应该是无啥要紧吼，通常就是，但是爱注意者是这下骹许咱咧讲的栽许吼，子叶吼，子叶这所在呢，啊，你许有疫病吼，所以这爱真细致吼，因为有一寡问题伫咧吼，所以可能你真爱注意吼。啊，另外就是讲伊个叶啊有，因为即阵即个湿气较重啦吼，来讲有诶讲你看，你感觉吼，因为即摆南方天吼，咱常常讲的即南方天吼，啊，南方天就是即个湿气较重吼，湿气较重的时阵呢，伊的露水呐较袂大，是讲小块有去压着雨吼，啊，尤其咱像鸡啊吼，即个那是去压着雨的时阵呢，即个疫病吼也变即部分的就容易来改即产生吼，啊，因为咱咧灌药啊，有时啊会小块，迄个药啊小块呢。安尼硬擦吼，比如讲你呐用到类似像代克利之类的一个药啊吼，啊，真有可能吼，真有可能呢，就会发生这款的这情形，然后所以啊，可能咱伫这个房地上呢，咱好朋友爱烧，来讲你咧用的这个药啊时阵爱注意吼，这个浓度啦吼，来讲咱咧个灌吼，咱咧灌这个药啊呢，啊嘛无嘛没有吼，算。爱小注意者，别使伤过头重吼。啊，有当时爱细长吼，咱看过哇，这病害足严重，所以咱灌真重啦吼。啊，即个有当时啊，伫药啊伤过头重，伊就较容易吼。啊，会安尼慢吼，有当时啊，就较容易出现即般的这问题伫咧吼。所以即个爱小注意着吼，即那是啊，伫鸡啊吼，反正伫细长的时阵吼，即个咱那是有落雨啊，是虾米款吼，即拢爱真细致吼。所以有时啊，咱啊灌过头啊，你啊转药啊是讲起吼，已经有灌过啊吼。先灌一遍，并讲种类三缸了，咱来灌一遍这个疫病的这药啊，一般呢是用菌根菌吼，咱通常是用这个那用菌根菌，一般用这个伊得利的吼，伊得利啊是讲像这个啊伊得利吼，啊是讲像亚托敏吼，一般呢是用菌根菌是伊得利吼，这大概这习惯无啥共款，但是这个伊得利也好吼，啊是讲达美芬、亚托敏、麦达乐吼。甚至这个普巴克吼，之类呢，这拢是一个真适当的这个用药吼。啊，尤其像这个普巴克呢，这足侪人啊，咱咧用吼，通常就是讲你爱迄个稀释吼，这泡的这倍数一定爱足注意者吼。这个尽量吼，就是讲，像真侪吼，当时是。从这个血盘，从我要种吼，即有当时啊，就是用浅水吼，啊去甲捞过吼，即那是有尤其像咧种这个彩椒的时阵，但是西瓜一般是嫁接苗，咱是无必要安尼去做处理，但是这个长头的所在吼，这个疫病吼，尤其迄叶啊吼，你看迄黄叶迄种呢，啊，即个也真细致啦吼，即有时啊，除了疫病以外吼，疫病吼来。爱注意个一个真重要吼，即有可能即皮肤病吼、皮肤病呢，即嘛爱少注意着吼。啊，即一般伊个即个叶啊吼，会安尼夹夹吼，咱是爱看吼。啊，算今年吼，今年真济啦吼，真济有当时啊，刺猬也是讲即个红地毒较严重吼，所以你爱看买啊，即那是叶啊有安尼吞吞吼，迄种色无讲介，无讲真清醒迄种叶吼，所以。这是不是有这红地毒吼？叶后边呢，爱偏看买啊者吼，所以
因为有一半丛啊，迄、那个叶啊，哪从叶啊，较臭大，较臭大，伫较险峰的所在吼，即、哦這个应该是较险峰的所在，较险峰的所在有可能的叶啊，较臭大小块吼，即种呢，即含红地毒吼有真大的关系。有当时啊，咱像即个下骹，伫即个丛的下骹叶吼，等于讲也去哦，即个二能糖吼，二能糖去甲加吼，啊，二能糖去甲加呢，所以你一挂即糖油啊吼，即二能糖的即个油啊，你定爱烧。小刀嘞，因为有些空嘴的就容易吼，这个会黄血吼，所以你这应该爱谨慎一吼，所以红地毒吼，你一定爱较紧嘞，然后来改做这方面红地毒啊，加着这个药病这个药啊吼，这样对后边呢随改做处理吼，这应该是这长这种情形呢，这含红地毒做大节这关系吼所以你一定爱小心吼，这有当然啦吼，就是讲咱咧顾这个物件吼。伫今年通常咱看到因为温度较悬吼，所以气味吼，加即个即、這个红地毒这种吼，咱讲的即个二点叶螨吼，这种螨吼，这种呢，你一定爱真细致吼。细长咱咧装即个药啊吼，比如讲你用蜜麦丁，你用即个叫避风宁吼，这类的即个药啊呢。你讲哇，这红地毒严重啊，我加装较重咧，唔免吼，即、這个并讲像即、這个，咱用蜜麦丁1500倍，你甚至会当用都是照1500倍。从阮的习惯，阮甚至有时啊拢会泡干2000倍。但是呢，抓这個水的抓有够淡哦，这可以做雾的安尼吼，做浊的吼，这药水量的即、這个真浊安尼吼。卖个药啊加重，其实咱就是抓有够淡，因为这种物件足惊水的吼，所以咱若是干安尼抓呢佮加一点啊药啊，伊这效果就较会好。啊，你若是讲抓较少水吼，这通常效果上呢就较无通遐尼好吼所以这个爱小注意着吼，啊，那总讲伫叶，因为这看较袂出来吼，有当时啊是叶啊管顶，那是有看到安尼白白气疮、气疮之种吼，这有可能是含这个气味有关。不过咱好朋友呢，这款呢这情形呢算应该是这个叶螨吼，这样地都会这危害吼所以你一定爱做细致的吼，这个。因为这足容易钓到吼，就是讲那天气小花，那较无落雨，哎，就真容易吼。那一段时间吼，比如讲你种的时阵无啥拄到落雨，大概这个红地毒都压起来吼。所以今年真侪这仔啊会定番种吼，种西瓜尤其南部这些，这足侪拢种两遍的吼。为什么会安尼吼？这个通常就是讲。最主要的一个这个原因啦吼，就是因为天气吼，天气这个上过头无水气吼所以较大伤呢这个红地毒会加真严重吼，所以咱好朋友呢，伫这方面来讲吼，你一定爱真细致吼伊个落去了，那去加吼加的呢你得看到伊迄个叶吼迄个叶啊，得安尼吞吞吼就是咱讲的吞吞，就是讲袂更生啦吼叶啊，有当时啊会安尼 QQ 吼甚至呢，这种红地毒加过吼，这上歹仔吼因为伊较容易个产生伫一个叫做很容易发生吼，就是讲一寡即个银斑病毒吼，比如讲你也是许呢这是真重要吼，这伫尤其西瓜吼，西瓜一个即危害呢一般来讲吼，即、這个相当的即普遍吼，所以。咱好朋友一定爱少来改，即注意着吼，即大概伫咱即、這个栽培内底吼，尤其那是设施内底，我那共款咯吼。你也是外口，当然嘛是吼尤其那伫设施内底拢无落着雨，因会更加严重吼。伫室外吼，伫咱外室啊，咱咧做的时阵即两下即个问题呢，即嘛咱必须要吼，真小心来改做着这方面的即防范吼这当咱好朋友呢，小做者了解，所以你定爱较紧去改这处理哈。这个红地毒哈，这好像还蛮严重的哈，所以地毒的药啊哈，小做者这个防治哈，无伊遐安尼打打哈。然后就是讲，这个肥哈，细长的时阵肥你唔通搁甲灌哈，先予伊这心脉有展开，要落杯灌肥，唔是讲。真侪好朋友讲我甲灌落伊心脉较会电，唔对哦，爱心脉电较灌肥。哦，即拄啊倒病哦，就是讲
关落，啊伊袂，你若是去伊拄要开紧，啊甲关关肥肥伤济，你去甲减着，当然就较无好势。啊，所以咱得爱互伊心买电的时阵，你要落要关肥要关啊，你习惯要用的，无论即个许什么款哈，啊，拢爱伫心买有电开了，啊，咱才开始来关。啊，即个时阵结果就是像即玉米素用一下哈，啊，应该就无就较无这部分的这问题伫咧哈。这当好朋友，小做者了解哈，嗯。好，哎，好，那不，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那个，因为明天有事，所以暂停播出一次，现场节目暂停播出一次。那我就到下礼拜一再跟大家空中再会。